今天我只打一个杯赛啊，不用想为什么了，当然是因为大赚金币活动啊。开麦不开麦其实都没差了。今天影片差别就是开麦。那我们这个巡回赛今天也礼拜日了，我们还是在第一名的，可以说是压倒性胜利吧。那有一集宝宝杯啊，跟金属马里奥杯啊。让我想想看，我记得我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说的啊？对，我现在人在嘉义啊，所以，老样子啊，没有马里奥，没有马里奥酷跑，网络不佳，所以无法直播。应该说，其实我也没设备，可以看看。因为我平时都会在旁边检查，说我直播是什么状况。这样的话，断线的话我也不知道。说到我家也拥有自己的房间了，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在家有个大机会可以继续开麦。变大原来速度是可以这么快的吗？变大速度是可以这么快的。这应该是 RM 没看的吧？四条马里奥赛道的版本，还有那四个版本全都在这个巡回赛里出来了，所以这个巡回赛到处都是。打，对。普通角色一大牛。上次我是这样讲的，该讲到哪都直接让我忘记了。路易吉宝宝。三颗红宝石，啊，十张道具票券。这一关平时会派，哦，我平时会派公主库巴。那库古库巴怎么已经1400了、啊？怎么回事？完全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已经要12张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他怎么已经怎么已经快要满等了？请问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我已经完全忘记了。我对他动了什么手脚？到嘉义就过敏，开始在流鼻血。什么路易吉宝宝？
现在先不要开啊，等下冲过去是他铃铛。可以开了。很好，黄了。这个人帮我挡枪了，哦，挡第四只龟头，干，太慢，再一次狂浪，弥补刚才的错误。把刚才那个打我了是谁？直接按副手是吧？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副手，应该有副手。哦，好没，被打过了。丢太快了！哇，闪什么了？把他的道具弄掉，到处道具破坏。哇，三次狂热。新纪录，看见了我的进步。这一次又是 RMX 的，横穿平原的 ERX 版本，第一种跑法 RX 版本。很好，我那个横穿平原 RMX 的横穿平原只有出一个，那马六赛道也只出一个，所以不知道后面的版本。最终无法实现所有赛道全部进来。不对啊，如果全部进来了，那其他人买什么玉皮啊？还是玩什么他的主机啊？不知道如果没有出这款游戏的话，是不是喜欢这款游戏？好，但是呢，其实也让没有体验完实物的人一个不错的体验，而且给的体验还不少呢，直接给了100条赛道了，这次还直接被官方改造，官方改造还是官方改造，官方改造。官方可以让你逆向的，我以为这是官方做的。哇，神射手，直接命中，下去吧你！哇，直接被拖到不知道第几名去了，直接被拖到第三名了。应该是我结束的时候才是第三名，电脑都是在结束的那一刻算他的那个名次，并不是他们，不是直接。直接就是电脑后续排名次，就是我一结束，电脑就一起结束看名次。看电脑的剧本是长成什么样子？这没有啊，这没有。不过要是看电脑剧本的话，看电脑剧本长成什么样子的话，我到时候就会错了。哎呀！太早放手了，这一条是那个非常短的，恭喜好了，在这款游戏里面短赛道可不止这个，也不对耶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第二种跑法 ，SLC 第二种跑法，哇，这样躲过我的攻击的吗？别跑！哇，走哎、欸！
啦。被我碾掉碎碎龟跑到我视角后面，他就不见了。好，我们路易吉宝宝杯完成，再来金属马里奥杯，迅速带过。就自杀的自杀也不忘多打一点。至少那也别自杀了，因为我打不过了，我都跑坏这么多了。好，好吧，全程全程全程，太棒了！这不是没人吗？哦，要来了。三个三重香蕉，这三个香蕉叠在上面，打一下，然后给你一刀，秒过，一秒到。我去第二次机会就不来了，其他往后丢就完蛋了。然后全部放掉，然后还有一个，游泳。这机会来了，交手啊！还给我刹车，因为他卡住了。我这就送你上路，啊！哎呦，谁攻击这么猛烈？再见你啊！没狙到啊！再见了，林内。100块啦！不够，不够，还是不够。时光飞逝，这两天假日真短啊！话说又要断考了，哎，这不是才刚开始就要断考，其实也开学了一个月了。只有第五名，我们非常迅速的打
打掉了前面的几个关卡，而这就是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。SFC 的马里奥赛道第一种跑法 R 的版本，确实而已啊，一定是因为这一台车的关系。对耶，这个鱿鱼车，这个鱿鱼车蛮等的，我们没看，我们先看一下它是否已经。我现在有在用这台鱿鱼车。我们先把目光转移到我们比较有在。比较有在用的，如果这一台车我目前还没有扒的话，那么我等一下，那么我之后的那个稀有车升等，我就先给他，先不给那个其他车了。因为其他车其实我都不确定我到底我在使用，过这么久了，小红瓜车不在清单上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满等。各种来回乱窜，宇宙再见了林内，拜拜了林内，哎，拦截一位，鱿鱼车啊！我还记得我在 Mario Kart Wii 里面很喜欢使用这台鱿鱼车，但是呢，会性能的以后呢，就发现到啊，猫车比它更强，因为。他可以在 Wii 风速那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嘛，那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密道啊，密道那个地方，照理来说需要冲刺蘑菇，但是我不需要冲刺蘑菇，也可以在上面甩尾，也是可以刷得出蓝火的。红宝石欠缺，看起来我们那台车好像已经被锁定了，怎样？这里也没得升，那看来它应该是已经满等了。啊，车满等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完美，不必多虑，继续做我们正常在做的事情。那么我车继续升级这一台八 B 的车。这里完全没有可以升的，好，好，好，全部完成。哦，这后面这三个关卡全部都是宝宝的，哇，可以啊，宝宝一起来 ，BG 公主宝宝杯，正是我明天要打的，明天见，大家拜拜。